现在是这样玩的吗？我实在上面现在活不上了，不用着急。这游戏现在是这样子玩的，牛逼！抵抗还是放弃？还是放弃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往后走。看来得买那个打他的，买多兰顿好像是不太对劲的那个。还好可以控制比较。吓死你，知道不？哎，没错。他在干什么？你这放分身干嘛？那不如早点回去，早点走一点是没有。干嘛的？你还不如一开始放你分身过来直接抓我算了。你会不会玩永恩？这是我潜能玩的越来越好了吗？还是你不会玩永恩？我操！舒服的嘞。我甚至可以不用回家，因为我六级。因为我六级。那你肯定打不过我的。你这被我耗了血，我等一下出来你还要玩？这你还要玩吗，哥们？等个钱，整个炸血杯儿，你炸血杯儿？刚才阿涛还能移回去吗？好像不太行。
拿的没什么用啊。铁男也吸绿血，他吸绿血好用，技能转得快，知道不？我操，去反颜色的绿，找死！能被晕到吗？哎呦，烦死了！往前走了一下，我想说稍微再去打他一下 ，Q 到他再R，往前走了那么一点点，哎，行吧，也可以接受，丢个疾跑，疾跑不值钱。我操！发现我好像挺克他的，我好像挺克制他的。哎，豹女在下啊、嗯，那还行。我想越了塔太简单了，你感觉 CD 这么慢呢？皮肤的问题，我就感觉我的 CD 很慢。现在应该会好一点。事故多发地。哎呀哎呀，对不起，抓铁男怎么想的你们？啊，我大招刚刚还差一点点，大招刚好直接反打了，抓铁男怎么想的呢？一直看我玩铁男，我玩过蛮多次，都玩的少，我建模被对面办了，我铁男好像要好打远一点。不太怕被禁止。
太惨。太惨了，我要在他的腿上写一个惨。打野居然不吃，肯定不吃了。他懂完他就不会吃，他不懂完他就会吃。太灵是不会，直接踢吧，反正迟早都得用。崩塌，主播还会铁男，铁男这英雄都不需要会，知道不？你只要会一点上单，他就这英雄就很容易玩，英雄不难玩的。铁男都难的就没有英雄，那就没有英雄容易了，知道不？铁男这英雄他本来就不难玩。我在这里他能这样大到我啊，也行的，他拿维千块可以解释。铁男是数值怪，他是啊，问题是你别帮我建模呀，你不帮我就不玩嘛，你帮了我肯定玩嘛。我还想说逗逗他，那这能直接打到我，我猜好他值钱，他等下接着出来接着杀呢，出来接着杀你！我的妈呀，这么痛！一个 W 就死了。苏先生喜欢贪，就贪就贪，我就贪。他才八级，两剑打了攻速血，他拿了这一千，他能买什么呢？买一个剑带，哇、哦，那么帅的，那么帅的。哎，你还别说小法，我还真不怕他，他放个框我直接拿他，挺烦的这东西，他想哼。哎，你还别说铁男有点克小法的，就把你拽过来，只要遇到你 Q 一下冰杖减速追着 A， 你放那个拳也得死，是挺恶心的，我操，我还真没发现这个问题。铁男应该是最克小法的英雄了，他出金身也没什么用。 Hello，找死！截个表，来再截个表，来吧。这英雄要什么操作啊？你跟我说铁男这英雄要什么操作？他就两个技能，一过来锤，接着追着 A 就完事了。这英雄不需要操作，我知道的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上单战士。哎，这出肉他就有伤害，最具观赏性的铁男主角。
正式开始啊！打我！这是没血了，放了准捏的稳完了，对吧？把盾捏住就好了。还不走啊，我看哪个倒霉鬼能过来抓我。而且这东西打上单他就只需要带个疾跑，我感觉他点燃的不用带，像我这么带就可以。我是主打 TP， 带 TP 的话这英雄带闪没什么太大用，带闪容易被抓死，但带疾跑就不容易被抓死。哇操，这都准，这都行啊，有点小准。我的盾好像交得太早了，我没想到外面是个侠。哎呀可惜，外面居然是个侠，你受得了？我操，这外面居然是个侠。我要不要先买那个呀？先买这个好了。深渊我感觉都不需要了，直接这样子买。双盾流，这把就扛伤害。深渊我都不想买。但是买深渊又很爽，怎么办呢？这好难选择。买深渊是真的爽，买深渊还能替他降一点，但是买冰心又，算了，就冰心吧。冰心，然后来个深渊，对，就这样出。这深渊有点 NBA， 好白痴，他改成六万画，我感觉深渊要不干脆改了算了。本来就，本来合这东西就难合，你这些两个装备加一起都是1300，实用性太弱了，这实用性太弱了，干嘛？这冰心，侠爱人会痛不？侠爱人会痛不痛？来你 A。Hello。侠爱人会痛不？怎么不掉血呢？啊？啊，好恶心呐、啊！要不铁男上分吧？我操，打自己号冲分用铁男打，我这么带贼恶心，谁打得过呀？他就峡谷制造者3200，这2600，这2700，对吧？这买个神渊 CD 鞋，又便宜打人又疼。